有网友爆出一组王俊凯回母校参加期末考试的照片，从照片上看，王俊凯身穿绿色军装，十分精神干练，手拿小号，有模有样的吹奏，姿势标准。考试结束后，还和老师同学合影留念，像个邻家大学生一般展现干净气质。网友纷纷赞叹，王俊凯简直全能又正能量偶像，真的很优秀，少年要加油！芒果拉新闻，凯凯要放暑假了，报道。